黄世颖，这也来说一下，哎，现在投手球很黏，我的脚底板都是土，可不可以请一下？退冠我也丢过，那我也来丢一次。哇，这个有趣了，有趣了。想当初在打球的时候，也曾经遇到这种大雨的状况，然后这个那个时候我们是风雨无阻联盟。来看一下，我这个有点。可能演技需要再调整一下。对，这那个重心下压太明显。